胖婶，要不您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。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，就是昨天晚上剩的。这怎么行啊，大过年的。怎么样，有效果吧？这样吧，啊，我给你露一手去啊！你们在这聊天，甭管我啊。哎，那哪行？你看哪能让你在我们家做饭呢？这有什么呀？这大过年现成的，冰箱里肯定有鱼啊菜啊，全有吧？那是。我就炒几个菜，做一锅粥就得了呗。